仅可以在卧室里面，还可以在厨房，还可以在那沙发上。哎，不是说好去领证的吗？你领我来这儿干嘛？因为不是今天领证呀。那啥时候领？保密。你又跟我卖关子，蓉蓉。那来这儿是？我想看看家具嘛，给我们布置一个温馨可爱的小家。好吧，可是，哎，算没什么可是，走，溜达溜达吧。你想说什么呀？我有些东西现在没法给你，蓉蓉。没事儿，你没有的我有呀。那我不成一个吃软饭的吗？什么吃软饭的呀？我的就是你的。好吧，你走吧，溜达溜达，看看。走吧。走吧。走了，累了。没有啊。那你感觉这怎么样？我感觉这个设计风格还挺不错的，我挺喜欢的。是吧？你看沙发。还有厨房。是吧？你说以后吧，我们不仅可以在卧室里面，还可以在厨房，还可以在那个沙发上。你是这意思啊？不是，咱不闹了，蓉蓉，正经点。这个装修风格我挺喜欢的。我也喜欢。要不我们试试啊？你快拉倒吧啊！好了。试试吗？哎，逗你呢，赶紧跟我一起看吧。你调理我啊，行，我记住了。